要辣吗？尾鱼不辣。那你要黑黑白的吗？不要，尾鱼就全白。然后肉松。Yeah, we can do fish on black. Fish on black. 尾鱼的不能辣。好，没有问题哈。有。第一次嘛。大家抢到排队排很多，啊，那盐在那一头，好像很好吃。也是我们的第一次，看到盐在，他盐在眼睛里面那一排队，所以我们来喜欢这样子。好吃啊！你在底下，大家拢固定的，拢无一直无人。搞到做伊去外口做就好啊。我讲正经诶，我一日赚十块尔，我一工包百五只，嘛赚千外块，出手靠钱，妈出钱靠钱，哪有钱啊？啊，你咧单位啊？我这一八千嘞，一只，你看会见个安尼尔？正常诶，但是互人赚一点仔钱，你家己做代志较安心。最主要你安心，免互人管来管去。我一边嘛是六千多嘞。你真爱玩。六千。但是我比伊较大，你无看？大家都要等。我会感觉你也来这边，这边人潮较但是讲不上来呢。这边你看，位置比较好，没有错。会来的就会来嘛。对，人没有以前那边那么多。那你为什么要跑来这里？这边警察每天来开单子啊。所以呀、啊，那你工作你干嘛？我做两年多都没有事情。我房子这样子啊，房东说你应该是两只狗。房东说你给出钱，他可以说什么什么。马康桥，马康桥 ，fish， tuna， tuna， yeah。然后你的空气，拢马康桥。我把它做来加一加饭哈。拢马康桥，哎，那吃完以后，他们也出两杯文章再去。我的房东是那个啦，伊慢慢做啊，伊慢慢做，因为他十八万的房子太高了，他要移到对面那个牙科那里，哦、牙科10万块。起码来讲，拢是先报销公的开支，但是也得当管啊，再是公可能到处挂这些。所以我们也不能怪说人家会帮我们报啊，因为他的房子太贵了，想太贵了。对面的。